我叫康南忠，今年57岁了，我是贵州省遵义市武川县都市街道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。我叫肥小莹，今年8岁，我最大的梦想是和姐姐一起去学校读书，因为这个读书儿子长大有文化了，就可以自己生活。我是2017年认识沈小莹的，我第一次到入他们这个家庭了，真是很心酸。房子是破破烂烂，四面透风，小英的妈妈呢，她就是一个先天性的小儿麻痹症，只能靠这个拐棍扶着走路。而且沈小英呢，也是先天性的这个小儿麻痹症，她靠的是个木凳移动走路。是不是走路有点？沈小英让我最感动的就是，是我第三次家访的时候啊，我们临走前，那个小颖拖到他们姐姐的书包去，她说我要和你到学校读书，结果他们姐姐和她就哭作一团。小颖，哎，走，我们还是挺好的，我们进学校去嘞，走，把书装好。沈小颖这个情况非常之特殊。他们一家人四口都是不同程度的残疾，而且进城读书要到30公里以外的这个小学，独立生活能力肯定也不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在我心头有个念头，就是想办法在他那个房子旁边，紧挨他住处修一个简易的学校。每个星期要洗一次头，要每天早上都要梳头，看你抹不梳啊，到时候早上我们就走上去剪，在理发室把你剪啊。好，可以嘞。当时我回家跟我太太商量一下，我说我要去进一个学校。实际上我媳妇是一个很开通的人，当时呢，我花了学校将近花了20000多块钱，配套设施基本上齐全，和这个正常学校基本一样。他由于下肢行走不方便，所以要像正常孩子坐正常的凳子的话，就必须把这个整成阶梯型的，一小步一小步的那个一步一步的爬在这个像板凳一样这个凳子上，他才像正常孩子一样的那个学习的一个坐凳。学校建成后，我呢坚持在这个每个周末或者节假日，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好，也很用心，现在呢用拼音全部能通读课文。他这个就是这个妈妈，对不对？这马上就结种子，晓得不？这个就是那样，这一读出来，他就是那孩子，晓得吧？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登鹳雀楼。唐·王之涣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拜拜。我的儿子是武川，县城的鲁沟人。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画画家，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小英将来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我就觉得这一辈子值了，我不能放弃一个学生。希望呢，我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成为有用之才，这才是我的初衷。